本料姐姐，本料姐姐，要是不好呢？你就小金库被偷点呢？什么？对的，就是小猫和默默干的。你看，这都是证据。啊？这不是我家？不是你家，那可是一大笔钱啊！钱？哦，你看我像是那种见钱眼开、掉进钱眼子里的人吗？那山毛的零花钱怎么成你呢？你我怎么知道？一个强奸推荐啊！山毛的零花钱怎么会在我这呢？我们迷你村的传统向来都是对象掌管财政大权，山毛的钱那应该掌握在默默手里吧？毕竟他们都睡意。我胡说的，我胡说的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艾特他们，不然我得被混合双打了。不过既然是零花钱，不拿白不拿嘛，我也要去找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班拉是真凶啊，完全不给反应时间，上来就要锤我。哼，怎么锤房顶上来了？还有老豆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嗅到了零花钱的味道。你是属狗的吗？这都能闻得到。行吧行吧，那我们一起找，不过事先说好了，宝藏得归我。没问题，宝藏归你，零花钱归我就可以了。行，那你先去引开外面那个凶不拉几的半拉子。半拉子呀？怎么还有一个半拉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我不就是要个零花钱吗？还得被追着打，这不太好吧？你不要过来了呀，凭啥一个半拉就够我受的了？救命啊，半拉你愣着干嘛？赶紧找宝藏。哎呀，老豆子，你都没帮我把这个怨物霜引开。不行不行，他实在太厉害了，我只能先躲起来。那我现在咋出门？那还是我来吧。赶紧的半拉，我把他引开了，你抓紧找钥匙呀。没问题，没想到老豆子你还是一个六鬼大师啊。哎呦我去，六无双又回来了。我乖，幸好我眼疾手快。巴拉你给点力行不行？你倒是赶紧找宝藏呀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好好好，不逗你玩了，我好好找宝藏。把门关上预防偷袭，然后再找箱子。哎，宝藏我来了。怎么是把钥匙？钥匙？那肯定是宝藏的钥匙。不过我现在又被月无双堵住了。我来帮你引开它，你赶紧去搜索其他的房间。没问题。哎，这边也有一个箱子。哇塞，有能量结合冲锋枪，我知道怎么对付我自己了。啊，不对，对付月无双了。拿命来吧你。哎呦我勒了个大去去，这半拉狠起来连自己都打。让你打我，让你打我。哦，老豆子你快看，厕所好像还有人。有人？我看看。我勒个大去去，原来是个老豆子。这我看啊，这地图压根就没有零花钱。这地图最大的宝藏也就我俩了。哎呦我去，真厉害。